就我俩又闲不住，这又开始出来刨小根蒜。你刨吧，刨完我到时候回去我给腌上呢，晚上吃。哎呦，这还不少呢，能瞅着点儿。好像就这片地多呀。哎呀，他们不经不灵地都有。是吗？嗯。就不打药的呗。其实这个东西打药吧，它害不着，太害不着啥事儿。就婆婆丁不行是吧？嗯，这个拢上顶白花花的都是。都是。都是这个东西。嗯。我寻思，咱别老光蘸酱吃啊，给腌上点尝尝。做个差样的，做个差样的呗。哎呀，都冒芽了哈。嗯，这还哎还有颗婆婆丁呢，这还有颗婆婆丁呢。嗯，婆婆丁捡回去吧，不老小，挺大的感觉。这都是北大荒的春天玩下来最早的菜。嗯，这有一会儿就能刨差不多哈。这玩意你不要整太多，它有的是你现吃现整啊。啊。吃新鲜的，你整太多了的，你讲它不新鲜了。挖一点儿，够吃，等下顿吃再挖呗。这玩意儿满地有的是。下回吃，万一人把地种上咋整？把地种上，这咱其他山上的菜都下来了。这都不是一颗一颗的，一把一把的，这都是。嗯，小的这都是。对，小的是。你瞅瞅。哎呀。老，我们回来了。走了没多长时间，出多少啊？挺多的，那玩意儿还需要多长时间？一把一把的。嗯，满地都是。皮的干啥呀？皮的骚呗，皮的干啥呀？够一对儿的哈，我们整的也够一对儿的了。够。这回可是漫山遍野都是。满地都是，就是不太壮实。这个我都先用盐杀了，然后再来点水给它洗，把这个盐给洗掉。今天我不给你们整了啊，主要天天拿这玩意儿蘸酱吃吧。哎，蘸酱吃俺也吃，挺好吃的，嘎嘣脆。主要洗太难洗哈，别的都还好。对，就是洗难洗，又得摘根的，又得干啥的。那这一会儿不拉皮。那里头葱姜、辣椒面儿。哎呀，小八。你瞅你呀，哎呀，有点辣味儿就行了。这辣椒面不辣，就上色。哎呀，上色也不行，太干了。你信我。嗯，白糖，嗯，鸡精搞里头，来点盐少放点，就是啊，都杀过的，少放点盐，少放点牛肉粉，怎么还有个牛肉粉？嗯，这是他们，反正他们饭菜啊，经常用的。然后我觉得我以前我也没用过，然后我就买一包先试试。这些东西咋的还得高油炸呗？不高油。不高油啊？嗯，和我就行。嗯。你说这里头高点散篓子行不行？咱不懂。还出来个散篓子。看着挺好看。看挺好看哈。嗯。来点散篓子，来一点点。告诉你别整砸了啊。我不知道，我也不会做，你知道吗？我就看他们整，然后我就寻思我整点试试得了。那都是母的，我就直接饭里头得了。用那埋了锅胎的小脏手，揣过，好好的揣过。哎，你看好像有点带那点架势哈，是不是啊？对，带那点有那点意思。哎呀，多腌一会儿，烟味儿腌进去了吧？腌进去了，试试哈。对。
你放个烟着，晚上吃，晚上吃正好。嗯。我这个菜你尝了吗？尝了。咋样？好。好吃，就是太辣了。有点辣是吧？除了辣，其他都还行是吧？对。哦，这么个事儿啊。味可好了，嗯，下回我就给你少弄点那种不辣的。辣了不下饭吗？嗯，你给那个碎的上下抖了抖了，是净吃姜筷子。还姜筷子？姜筷子，你怎么学会打岔了呢？嗯，是不是就是这个姜味儿？你快拉倒吧！这太辣了。太辣，你是少吃点呗，那玩意儿。不行，越吃越想吃。下回我给你换。他们都是用那种细拉面，但我不知道这种细拉面有多辣，那种用那种宽的好了。拿个碗去弄点水涮涮。嗯，就那点料味儿都让你涮。嗯呢，涮掉了嘛都。那不就不辣了吗？你涮一半留一半不行了。多下饭呢。嗯。省得你们天天蘸酱吃。晚上吃半拉馒头得吃一个。浪费。要不你晚上不饿吗？